这趟旅程会很艰难，你也是来送行的？特地跑来目送G117的保女？别开玩笑了，我可不想看到她。我现在提出正式申请，监督119的撤军行动。 是亚人的纳米武器，如果刚才没有控制好这个武器的扩散半径，我想这里所有人恐怕都会受到它的影响。看起来，你不是这列车上唯一的亚人。在他们带我见到赫雅之前，我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。 瑞，你可连只螳螂都不如啊！宋子桐，就剩我们几个了。以后的事就交给你们了。 之前的冒犯，道歉。你们不是小虫，是勇敢的战士。那么，瑞，接下来又是谁会为你而死？他，还是他？ 抗阿萨下场都一样，早晚。唐鑫，罗祖，你们先走。至于你，想揍你一顿。 站起来！
别耍小聪明，在这个决斗场，你所有的生理指标都会和巴德尔断开，不管你受多重的伤，巴德尔的被动防御都不会启动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能击中我，哪怕一次，今天就可以休息了。 我就是这种眼神，哼，来呀！我为什么在这里？为什么这些？你们不爱不就够了吗？你们根本不需要我，不是？唐鑫。 赫雅的飞船接近了，准备战斗。喂喂，通讯断了。哥，你听到了吗？哥哥，你去哪儿了？哥。 你呀。
好好休息。我一个人就能搞定。真好用，哼，还好从敖金那儿要回来了。真无聊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好险，好险。赫雅的船，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，导航出问题了，要在我这里检修。哎，好吧，准许停靠。哼，赫雅，你真是。走到哪儿都不太平。嘘，怎么就你一个？你妹妹呢？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嗯，谁让你们冷冻的？时间到，都藏好了吧？解妖期，回答我一个问题。罗总，戴瑞总，我来断后。别说胡话，快走，你们都走。腾心，别这样，我们绝不这样保护我，有什么意义？我留在我身后的人，他们死了，都死了。这是大哥的选择。大哥选错了，我什么都做不到。就算见到夏克，又能怎么样？那么赫雅也选错了吗？你们能不能安静一下？第一，德雷克的状况现在无法确认。第二，纳米装甲从解除到再次重组，有时间间隔吗？有。你想干什么？解妖期，接下来照我说的做。够了，已经死太多人了。哼，谁让你躲的？为什么要杀无关的人？我乐意。你这个魔鬼！切，你走路的时候会给蚂蚁让道吗？将军。住手！不要伤害我哥哥！切，哪来那么多老鼠？这是你哥哥？你要快走，他是个疯子！原来是兄妹，他杀了你，就更没意思了。Yeah.
的呢，完全启动。你呀，快停下，快停下，快停下来，会回不来的。你呀，没事了，哥哥在这里，没事了。哥哥，哥哥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你掉下来跑到哪里去了？是我不好。米娅醒了，找不到哥哥。是我不好，米娅乖，没事了，是哥哥不好。丧家犬的模样，真该让赫雅看看。罗祖，船到家了，真是让人失望。地下轨道的悲剧重演了一遍而已。卢布，行了吗？动手。你这不长记性的白痴！精疲粉尘。你的装甲在成型时包裹了大量的晶体颗粒，刚才炉内的电弧激发了晶体的微型爆炸，装甲的结构强度已经下降。功夫的帮忙只有重组，解除和重组之间至少有三分钟的间隔。只要你敢这么做，哪怕一秒钟，我绝不放过你。